您还没歇着。王爷，16年来，您为了这小小的金木鱼，您划得来吗？为了可怜的孩子，为了一家骨肉团圆，王爷，难道您还舍不得把这金木鱼交给他们吗？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16年了，独怨幽居，骨肉乖离惨痛的经验，您还没有悔悟之心。王爷，这小小的金木鱼，真是您值得为它如此的牺牲。你说已经有了他的踪迹？是，是的。高飞鹏，属下在。抓回林童，取回金木鱼。是。林童，你快把金木鱼交出来，三主会饶你一命。哼，交出金木鱼还会有命吗？嗯。
商周，五霸七强万春秋，说什么龙争虎斗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话说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总镖头神镖将老圣音，带领着镇三山侠五玉赶浪无私鬼见愁，大头鬼王吓唬伤员，还有傻小子贾明，为了寻找失去的镖银，来在了清风寨。老圣音对着寨门一喊：“呆，圣音来也！”老英雄的鱼鳞子金刀压倒陆林，甩头一指镇乾坤，这三只金镖打遍天下唯有敌手。老英雄以自扣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败，老英雄将鱼鳞子金刀交于左手，伸虎爪探镖囊，只听苍啷啷的一声，嘿，嘿，小宝，嘿，嘿。小宝，哎，老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啊，我擦桌子，擦桌子。你以为你躲在这儿，我不知道啊？是，老板，您是隔墙有眼，明察。明察秋毫。哎，对，秋毫吧，就是秋天好。从隔墙的眼上看，秋天好。站着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隔墙有耳，什么隔墙有眼呢？啊？有眼。哎，我看有几位客官。要一筐瓜子，两瓶花生，扛过来上来。哎，来了。五盘花生，两盘瓜子，走啊！今天要巡查一名叛徒，你们通通给我坐好，一个都不许动，知道吗？哎，是，不许动啊！站住！叫你不许动，听见了？听见了。老板，是，大爷，大爷，客人们许进不许出，明白吗？是，明白。大爷，我这些东西要送给楼上的客官吃。站住！啊！马秀，县令在楼上呢，弟兄们，上二楼外边。是，走走。谁这么好的身手，把咱们的人从楼上打到楼下来呀、啊？
跟少在外面等，只要你把金木鱼交出，我跟少兄绝不难为，绝不抓你到天西山。不错，我跟马兄做主，可以放你一马。哈哈哈哈！要金木鱼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要命！上手。林冲，里边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你要是交不出金木鱼，你就休想活着走出这个屋子。快点出来！哼，姓马的，别老在外不问。走走，你进来。听冲队长。哎呀呀！林冲，那个说书的一定是你的好朋友，他帮着你吹牛，说你是数第一的好汉呢。小兄弟，你搞错了。林冲是几百年以前的人，我不是林冲，我是林童。林童，管他什么林冲林童，反正差不多。林童，你有胆量的给我出来！林童，你要再不出来，老子要破门而入了。小兄弟，嗯，你叫我兄弟啊？哎，小兄弟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吗？小兄弟，他们人多，你最好找个地方避一避。啊，避一避，那容易啊！窗外有棵树，顺着树爬下去就可以到马厩那边。其实你也犯不着跟他们斗吧。至于我嘛，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也好，谢。听见了吗？林冲，林冲，听到了没有？马英雄，我下来了。哎呀！哎呦我呀！
谢。你要走了？你的血还没止呢。艾斯，小兄弟，只要我林童不死，你救我的大恩，我会报答。哎，那说书的说了，见义勇为，当仁不让。谁说要你报答来的？小兄弟，你很好，好会客气。你真的要走了？你不能跟我一块走，他们马上就追上来，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要跟你一块走。不行啊，他们会杀了你。可是你已经受了伤，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呢。那说书的已经说过了，临难无狗免。如果你林冲有难，我为了免难就把你一个人扔下来不管，那我不成了狗了吗？那怎么行呢？你。小兄弟，你真的不怕惹麻烦？怕？怕还叫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？哎，咱们就在这儿，你在这儿找就好了。好。这就是我家。哦。娘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小宝啊，今儿你好像回来的早啊。是啊，娘。那你得给赶快给你娘找个大夫看看。是啊，可是我娘不肯。没有钱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娘不肯。小宝啊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娘，是林大哥。林大哥？林大哥是谁？林大哥是我的朋友。他是大英雄哎，他受了伤。哦，那林大哥受伤，快扶林大哥坐下。啊，是，快娘啊，林大哥，坐一下。啊，大娘，谢谢。坐，您请坐。好，坐。打扰了。哪里呀？屋子小，我眼睛又看不见，乱。娘，我给您带了卤肉回来，您吃吃看，味道还真不错哦。是不是客人剩下来的？小宝，你可不准偷着拿回家来啊！啊，是林大哥叫的菜，还没吃呢，我觉得不带回来太可惜了。啊，好，那就先搁在那儿吧。啊，那林大哥伤在哪儿啊？要不要请个大夫看一看呢？大娘，不用了，不碍事。林大哥，我去倒一盆水来啊。啊。大娘，打扰您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哪里呀？林大爷，你早就跟小宝认识啊？我，是今儿个才见到小宝的。小宝倒很聪明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唉，这孩子苦命啊！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小宝啊，将来可怎么办？小宝都这么大了，还没进学呢。大人，行行出状元，
不见得人人都要读书，才会有出息。不，他不同，他林大哥，快把伤口洗一洗。娘，我们家有没有伤药？哎呀，咱们家哪有伤药？小宝，我自己有金疮药，快抹上吧。啊，林大爷，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受的伤啊？是。娘，林大哥的本事可大着呢，好多人打他一个，都被他给打了。林大爷，那你是？娘，林大哥的本事那么大，当然是英雄豪杰了。大娘，我不算，这会儿只是我跟一些朋友间的恩怨。大娘放心，过了今夜我就离开此地。林大爷，谢谢你。娘，您谢林大哥什么啊？你不懂别问。林大哥，我娘……小宝，大娘是怕那些坏人找不到我，就会找上你们。找我们？嗨，那才好呢，找我们呢，我会……小宝，我不许你胡闹。娘，小宝，有没有水？给我一碗，好下药。哎，有有有有，开水一碗。大娘，我想了一下，吃过药，马上就走。你是说？我没有关系，小宝他是一块璞玉，好好的教导他，必成大器。你是说？不能怜悯，必可造就。我不想让他心我。林大哥，这水虽然不太热，不过将就着吃药还行。谢谢。娘，您明儿个想吃什么？糖醋排骨还是熏鱼？孩子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娘就是喝口稀饭也高兴。娘，我本来就是平平安安的嘛。骑马来的？是啊。不，怎么了，林大哥？小宝，我害了你。大娘，咱们快逃！逃？为什么呢？小宝，他们追来了。啊！哎，小宝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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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子就叫你可能！哎哎呀！陈子，快快！再耽搁下去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娘，娘！哎哎，马秀，马秀，马秀，姑娘，他们人呢？人呢？都跑了，跑了，赶快追吧！大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人山不碍事，我知道，我不行了。大爷，小宝，这孩子
小宝他怎么样？他不是我的儿子。他不是你儿子？我只是他的奶妈。奶妈？这个金锁瓶是他满月的时候他爹给他挂上的，现在我交给你，只有这个锁瓶才能查明他的身世。大爷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给他？有很多事我不能告诉你，你要千万告诉他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个金锁片，不然会惹出杀身之祸来。大爷，那你要我去哪查他的身世呢？金陵。大爷，是不是金陵府王府？大爷。方面追查林童的少虎已经回山服命了，属下特地带他来觐见。山主不在山中，林童抓到了？没有。金木鱼呢？回总巡的话，少虎也没将金木鱼取到啊。哼，山主早就料到，你们办不成的。属下知罪。林童逃到哪儿去了？你知道。少虎，林童逃到金陵地摊，那不是属下地盘，所以，回总巡的话，少虎已经通知了沈一清了，叫他派人缉拿了嘛。沈一清办得了吗？沈一清手下人选极多，也许什么？也许不也许？是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一个林童都抓不到，哼！少，你倒有脸回山啊！属下无能，属下知罪。是吗？山的威名，难怪一天不如一天，感情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脓包。是，总巡说的是，以后属下一定慎选人手。你下去吧。是，谢总巡不乏之恩。
打点打点车驾，咱们得下山去瞧瞧。说话，哦，你是跟我说话啊？啊，林大哥，他果然很凶。小宝，坐过来。这位姑娘也许是想找个座位。哦，你想坐下？那还不简单，我让过来一点，你坐吗？你起不起来啊？凑合点坐嘛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。你起不起来？我问你。小宝。别惹事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起来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起来，我起来！你怎么不给我留下来？那怎么行啊？我要坐啊！你给我起来嘛！你怎么打人呢？你怎么打人啊？凳子留下来给我，我就不要！我要凳子拿来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凳子拿来嘛，我就不要！那管闲事嘛！姑娘，他不会武功，他不会武功，你会，我会不会关你什么事？劝你少欺负人。你姑娘，他吃错药了，他想找人打架。好啊，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好，你们就一块上吧，我倒要看看，怕是不怕。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你们要打架？想欺负人啊？打你！打欺负人！来看吧，来看大姑娘打架！来看吧！你就一定能打过我？小兄弟，有何不敢？你这花样倒真不少啊！好啊，我倒要试试看你有多厉害！大姑娘打架！大姑娘打架！来看吧，来看吧！怎么样？打呀！你怎么不动手了呢？打呀！你看我不敢，当心一点。好啊，你真动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小，这回怎么真的逃不掉？林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逃得掉的。刚才那个人就是王府四坏董。你一个人快跑！这是什么话？这说书的说过了，好朋友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对了，小宝，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你奶妈临终的时候说。我奶妈？我什么时候又来个奶妈？小宝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。这个就是你奶妈临死的时候交给我的，要查出你的身世，关键就在这金锁片上。
还远。你一定要到金陵府王府，才能查出你的身世。福王府？嗯。嘿，追呀，去去吧。是，追，快走。我们先打他们一下。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给人家看到你这个金手链。来，就会有杀身之祸。我要跟你一块走。不行，这太危险，他们会杀你。哎呀，林大哥，只要你能逃得了，他们就不会杀了我的。他们一定想从我身上查出你的下落。哎呀，林大哥，快走吧。林童呢？不知道。有人说你是林童的兄弟。是啊，他是我大哥。是你大哥？走，跟我回王府去。啊，